就是安可这种东西，就是演唱会一定要行礼如仪的一件事情，没有做的话就是不礼貌。我们彼此都是啊。对不起，昨天那个团没有礼貌。哎呀，不要这样嘛。好，你需要一点时间吗？你好了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会在这里面跟大家这样子，就是毕业啊，怎么样？你们可以在我们头上毕业的，就是如果不急着回家的话，就可以留下来；如果急着回家的话，就祝大家回家路上都平安。OK， 好，这首歌叫做《婚礼歌手》。
胸。